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呢，我们玩的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《魔王 QQ》，是一款2014年台湾人做的游戏。感觉右下角那应该是魔王，真的有 QQ 的感觉。我们开始喽。居然是按 Enter， 没有办法按 Z。传说中，魔王在魔王塔释放了许多魔物。好大声哦！喂喂喂！哦，外面超大声的耶。魔王从魔王塔释出了许多魔物出来作乱。为此，女神选了一名勇者来拯救世界。哦，就是我吗？真是无用的勇者啊！连个反击都做不到吗？点点点，就让我看看你能不能够到达魔之塔吧。好可怕、啊！如果你勇敢下跪的话，我一定会被吓死掉。这个魔王好可爱哟、哦！那么可爱的魔王啊！啊，刚调整了一下音量，等级很高，但是因为除了勇者团，没有人会来打我，所以等级根本就没有用。毕竟我是注定被勇者杀死的角色，因为勇者可以使用存档或复活之类很外挂的技能，所以我根本没有胜算。而且每次勇者独挡的时候，我都一直重复我说过的话，他不累我都累了。诸如此类，我是魔王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咦？咦？糟了，没有魔力直接回家了。可是必须赶在勇者来之前回到魔之塔才行，希望能不和任何魔物接触。可是我不是魔王吗？哎、欸，哇！对不起，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吓一跳而已。哎、欸，你不是魔王大人吗？叫我魔王就好了，我和你们都一样，只是设定比较强而已。好可爱哦！你怎么会在这么低等的地方打怪啊？因为剧本里面一开始要去跟勇者见个面说句话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怎么了，魔王？如果跟在你的身边，会不会变强啊？哎，不，跟在我身边的人都会死，变强也没有意义啊！好可怜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剧本就是这样子写的，就算很强一样都会死嘛。我突然觉得魔物好可怜哦。我突然觉得魔物好可怜哦。勇者有外挂。勇者来了呀、啊、快逃。今天都几叫了魔王。我们的队伍里面哦，我们99等耶，我好强哦，魔力不够。我的技能是什么？我没，身为一个魔王我没有技能。身为一个魔王，我没有物品，我有黑色手套。这个黑色手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说起来，这件衣服穿着很热。什么？其他是什么？怎么了？看我做了什么？看我做什么？下身。哦，状态嘞？哎，等等，出场率55，存在感100，奇怪的设定啊！数千是存档的地方啊。是变下午了吗？时间也过太快了吧！喂，怎么一下就晚上了？魔王大人在做什么？我在很努力的吸收魔力，这里的魔族能用的魔力太稀薄了。哦，是说魔王，那里就是人类的城镇吗？对啊，我一直都在低等区的打怪区的森林里面，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。是哦。但我没有办法带你去呢，到城镇里面，你比我更可能被发现，好吗？啊，魔王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要去城镇里面抢点东西，必须抢到一些魔力药水。魔王大大，魔王大大居然要抢魔力药水，好，魔王加油！哎，我在这里，只有勇者才能够装逼，真大到 NPC 家里，
还要不要被发现啊？嗯，小心啦，应该没问题。没有人看到我，魔力药水在哪里啊？欸，我要魔力药水，商店在哪？欸，魔力药水，魔力药水在哪？没有吗？还是可以对话？哇，哦，可以对话啦！我在怕什么啊？聊天聊一下天，我卖的可是难得一见的水果，不需要水果。虽然想和他聊天，但是女人也不能不顾。哎呀呀呀呀，真是小三八。聊天，大哥哥你好，从来没见过你呢。哎，谁是卖魔力药水的啊？先调查好了，卖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根本不会有人会买。你卖什么？我偷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而且我不会用到。我到底偷到什么？啊，我不知道我偷到了什么东西。聊天，我偷啊，小偷，照原路回去吧。什么什么，我偷。等一下，哎，嘿嘿，他在追我吗？我偷到了吗？我好像偷到嘞，我闪喽，拜奖，这一次好顺利啊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，这些花花草草是什么？身为一个魔王是没有办法走过这些花花草草的吗？真是一个爱护花草的魔王呢。啊，又到了傍晚了，回魔王城的路真的是很难走哎。让我再存个档吧，我可以喝个药水吗？啊，先去告诉史莱姆，史莱姆在哪里？走这条路吗？奇怪的路。哎，不是走这里。啊，史莱姆在哪？哎，史莱姆好像在这一带，在哪里 ？Hello， 在树上吗？嗯，你看。是魔力药水，我怎么知道他在那里啊？喂，太小只了吧，史莱姆！他真的在那里耶，谁看得到啊？哦哦哦！但是对于史莱姆，魔力实在没有什么用，太小了吧？那不是有了魔力了，为什么还要慢慢走？恢复也才恢复一点点而已，我必须留下与勇者战斗的时候。可以用到的魔力，还是努力用脚走回去吧。哦，好吧，辛苦了呀。前面有滚石，小心点。啥？哎呀，还真的，给我看。喂！真的动不动就死掉了，魔王你也太弱了吧！只是块石头啊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天哪，魔王好辛苦啊 ！OK， 好，前面有滚石，存档，好的。这超难，这超级难呢！OK， 我抓到诀窍了。哼 ，piece of cake， 哈哈哈！哎，是，魔王没问题的，那一定只是躺在那里睡觉而已，是吗？对啊。好痛哦！嘿，你没事了吗？呀，好很多了。没想到会被老鹰撞到。喂，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呢。嗯，谢谢你的治疗，魔王大人。感谢你的关心，史莱姆阁下。不用加大人，直接叫我魔王就好了。哇，加什么阁下？
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哦，啊，好吧，感觉像是个麻烦的家伙呢，哥哥。嗯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走喽。那啊，目前我和你们前进的方向相同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哎，不好吧？待在我旁边的人都会死。哎，只是一同前进没有问题吧？哎，这个，啊，还是加入我们的队伍嘞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黄昏了，我们先在书签上面加上了新的一页好了。嗯，你对这一带熟吗，鸟人？好美哦，这个地方。可是我们是往这里走吗？还是往右边走啊？你不是说我们前进的方向一样吗？还是只是往左边走？搞不好只是往左边，我想太多了。果然是要往山坡上面走吗？那，前面没路啦。我怎么知道往这里走？这游戏也太困难了吧！这是啥？谁遗落的？这是什么？我可以捡起来吗？是刷子还是牙刷之类的？捡不起来呢。我没有办法带着其他人飞欸，我自己想办法，你先过去吧，反正你只是刚好要跟我们一起走而已。嗯，拜咯。可以捡起来了吗？借用一下。啊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斧头，扫嘎，斧头啊。那我可以喝掉吗？可以，可以喝掉嘞。感觉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，先存档。那我有斧头之后，我可以干嘛？可以用我的技能吗？没有技能可以用，装备，没有办法装备。那道具使用，哦，该怎么过去呢？啊，砍树是不是？天哪，太辛苦了吧！喂，喂，这魔王。这魔王也太累了吧。好，我自己铺路。 Oh my gosh。 伐木工。建筑工。向我慢慢砍树。这魔王简直其实比勇者还勤劳啊。哎呀，这样子的木头够了吗？三块了，感觉够了。好像不够。我们还缺一块，还需要一块。太辛苦了吧。行了，突然觉得当魔王好心酸哦。可以过去了啊，太好了，谢谢，不客气。晚上了，你还在啊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那稍微累了，所以休息一下而已。没想到你们都来了，休息也太久了吧？会不会是因为伤还没有治好吧？对不起，没事的哦。走吧。好。呀，啊，要下雨了，真的还假的？那真是糟糕，这群人好可怜哦。啊，还真的下雨了，太辛苦了。有房子。这里有一栋房子，要进去躲雨吗？进去吧。好吧。怎么了？什么？
这是一栋鬼屋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灯。哦。为什么要进去屋内？反正也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对吧，史莱姆？是没错啊。呀，这栋房子很不对劲啊！那是啥？咦，这栋房子很不妙啊！耶！呀！不妙不妙不妙呀！哦，死住了！呀！雨好像停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为什么一直往里面走？没有东西呢。那你们，哇！好痛痛痛痛痛！灰尘，魔王只是灰尘而已哦。初次见面，大家好。没想到我会吓到魔王呢，原本只是想试试而已。请别那么做。啊，你们是在躲雨的吧？现在雨停了哦。带我出去，我就让你们出去。要是被雨冲散，我可受不了。帮我这个忙，不麻烦吧？灰尘，你有打算去哪里吗？不知道呢，没有出来过。那要分散了吗？当然是和你们一起走啊。我说过没有出来过。我们突然变成魔王远征队嘞！哇，队伍越拖越长哎。你看我们的肩膀上的史莱姆，这里有点奇怪。走走看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地方。你们看到魔王的肩膀上面有一个绿绿的，那就是史莱姆，有捕倒太阳的味道。这边有一朵花，嘻嘻。到哪里去了？跟我玩游戏。嘻嘻，哇，又来了！不要再跑了！仔细看，这不是魔王大人吗？我叫魔王。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？为什么一直跑来跑去？这样子我们很伤脑筋哎。因为花儿很无聊嘛，待在这里，不然你们要带花儿走吗？好啊。哇，谢谢。不要擅自答应啊，嘻嘻。队伍越来越多嘞。哇，一排嘞。哇，往哪里走啊？哎呦。那能够帮我一个忙吗？魔王大人，各位帮我一个忙。怎么了吗？需要帮什么？我的花长超。这还真是糟糕，大家帮帮他吧。怎么了？不，那个我们听不懂。他是说他在海边失去了他的花，后来涨潮他也过不去，希望不会因为水散掉的，大家帮他去找回来。魔王在场的所有人，只有你可以碰水哦。对，我会融掉，身体会四散，收集起来可是很伤脑筋哎。下雨我都受不了了，更何况是下水。对不起，花儿也是陆地上的植物。让我下水就是叫我去死的意思哦。加油，你办得到的。好吧。伤脑筋啊。哪里过来？我在游泳，找到了，回去吧。呀，走啊，成个档好了。拿到了啦！谢谢。不会，
啊，头上开花嘞！走了，我们路过了很多地方。哦，洞窟。好，还有解谜游戏。这里可以过来，让我想一下哦。走了就知道。我现在是哪一个人啊？做了很多事情，说实话，真的很快乐，但从来没想过有伙伴什么的，因为快乐所以不能够走到最后，必须不一起走到最后。要如何开口呢？啊，说起来就快要到塔了呢。魔王，我还是先走好了。好嘞嘞，我也该走了。魔王，有缘再见。花儿也差不多。魔王，感谢你的照顾，把花儿留下来吧。魔王，啊？好、哦、呀，传说中，魔王从魔之塔四方中取多魔物出来作乱。从此，女神选中了一名勇者来拯救世界。勇者经历了千辛万苦，斩杀了无数的敌人，终于到达了魔之塔，与他的伙伴一起面对最终的敌人，他无所畏惧。然后小鹿再次翻开 and 哦，我死掉了吗？有这个游戏有二周目吗？有人可以快速帮我查一下吗？作者说有二周目，真的吗？